看看新闻网。1月7号，万众期待的电视剧《何以笙箫默》在上海揭开了神秘的面纱，主创钟汉良和唐嫣等一众男神女神是齐齐登台，为我们讲述了这部爱情神剧的精彩情节。虽说两位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演员，但是面对我们新乐在线的独家镜头，还必须得聊聊那些最难的事儿。各位新娱乐在线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钟汉良。一身蓝色毛衣，眼前的钟汉良笑容满面，新时代暖男形象尽显无疑。Hello， 新娱乐在线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唐嫣。唐嫣依然是那么美丽，黑白小洋装显得相当优雅。此次两个人在《何以笙箫默》中饰演情侣，虽说是第一次合作，但戏中却有数不胜数的吻戏。这样，这样，还有这样，哎妈，小编我看的都害羞了。虽然钟汉良和唐嫣都是经验丰富的演员，但调皮的导演把所有的吻戏都集中在开拍的第一个礼拜，因此对于当时还不太熟络的两个人，也的的确确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应该是大家看到那个片花里面好几场那些吻戏啊，都挺难的。激情戏刚才也说了，几乎不是几乎是全部都是一条过的，所以默契已经是确实是很高了。害羞多少会有一点，但是他应该不会发现出来，我们都是经验丰富的。通过吻戏认识彼此啊，想想也是醉了。不过这样的好处就是两个人在整个拍摄过程中都相当顺利，无论激情戏还是常规戏，通通一条就过。那么到底默契指数有多高，咱们来听听当事人怎么说。我觉得非常高，哎，默契指数起码有90分以上吧。新娱乐在线上海独家采访报道。